嗨，我们家的栀子花开了，有点高兴。当当当当当，你看，好漂亮。这个，好漂亮。你看多大？剪一朵吗？剪啊。哦，我插在我的包包上。好大一朵，好好看。我今天多煮了一点粽子，准备拿去就是给邻居尝一下，然后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把这个怎么搞开，所以我给他们写了一个小卡片，教他们怎么吃的，给他们放在这儿。我还在网上找了一个那种端午节的介绍，我打出来，到时候给他们看一看吧，要不然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。他的新玩具，这哪是玩具呢？我夏天可以烤烧烤了，想买这个想了好几年了。还可以不？嗯，太好了，有那么点感觉。你准备做墨西哥玉米？来吧，试吃。有墨西哥玉米那味儿了吗？嗯，我看大家小红书上推荐的这个酱，所以买了一个，顺便买了两个玉米，说试一下。你绝对喜欢。我肯定喜欢，我最爱玉米。很爽。啊。这个菜烤好了，我们就拿进来吃了。昨天我们也吃了一盘这个蔬菜，各种各样的蔬菜切小块放在上面烤就完了，很香。撒了一点那个牛油果油，起来了放了点这种辣椒，就带盐味的调料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些肉串。噔噔噔，我们邻居送我的柠檬，他们自己家后院种的，嘿嘿。今天我准备尝试做一下鱼汤。爽，汤爽还是小龙虾爽？都很爽，这么得起飞了。拌饭，这么多下饭呢？怎么能不吃饭呢？对呀。其实那个豆皮还里面有点蘑菇，都是因为这个汤剩的，我全部加里面了。比较期待这个汤。我真的好久没喝过这种汤了，这次在吹吹秀好像没看到他的小龙虾了，一样一块一小块那种炒菜用火锅底料搞定。这是你今天烤的蔬菜吗？嗯，土豆、黄椒还有 asparagus， 烤成这样了，嗯，好优秀。你撒的那个粉，嗯，哇，天哪，这个粉很好吃是不是？你这配点四川的辣椒不得飞起来？对，一人一个蛋哦，我煎了两个蛋。好，小心那个刺哈，我不知道，因为它鱼肉都散掉了。嗯，哇，好辣！今天好美，但是拍不出来。你来玩滑板吧。
我们来到了一个就是没有什么人的公园，然后他就找了一块空地，他非要把我拖出来玩滑板，我就会摔死的。When that sleep won't come and you've cried your someday it come to you there's nothing you can do until I see you smile just below those eyes that tell me you're okay it's written on your face as you come to light I come alive 终于一个人都没有了，从天亮滑到了天黑，他在这里。你不是今天进步很大吗？我今天战胜了自己。对呀、啊。回家正好收到他们家的包裹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次买了啥。我终于对他们家下手了，一样的，每次都会提醒大家试鞋的时候，如果你不确定的话要小心，就可以要退啊什么的。新出的这个小白鞋其实还有点重量的哦，就是跟它原来就它有点经典的那个款有点不一样，不过这是全白的，然后我买的是它这种皮的。这个也是我那天跟我朋友出门，他穿了一双，然后我觉得看起来好好搭，不管长裤短裤都挺好搭的。然后现在夏天我又很缺一双这个小白鞋， McQueen 家的鞋就是做的蛮增高的。哇，我朋友跟我说他们家的鞋都偏大，要买小半码，所以我这次买的36.5，我平时鞋子很多时候买的37，然后他的那个网上介绍要买小半码，我就买小半码，刚刚好哎。因为这种鞋稍微有点厚的，你穿大了的话估计会显得有点垮。那我留下咯。好，那我出来了。哎，还蛮好走的，那天在 Trader Joe 随便拿的，好好吃。你在吃什么味？强烈推荐，就是这个品牌，但我觉得它这个味道还好。我喜欢千人千味，哼，已经胖到没有下巴了。明天继续运动。今天做了 smoothie。 我可不可以不仅仅只喝这个，我好饿。你想吃个正？不错吧，看起来这么绿，里面有什么？菠菜、菠菜、芒果、香蕉，还有蛋白粉，还有你刚切的橙子。对的，真不错。我现在已经黑到他现在补光都没用了。你背光你转过来。对了，哦、一下就不太一样了。我们去送了我们的 crumpets， 他说是英国的一个什么早餐，然后准备做一下。它其实有点像早餐饼。对，就是英式那种发展饼。我这边看的冒菜，我就假装我在吃冒菜。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切开，然后在里面抹黄油的？我把它抹在面上了。那你那样吃不是更爆炸？好香好香，真的很好吃。天哪！哇，你这还得了？这不得起飞了？有点棒呀，没关系。哇，好棒！哇！快来快来！来了！汉堡摊！哇，你看这个绝了！我的也绝了 ！You ready？ 这只有一种吃的方式，就是这种一大口。哇塞！三二！哇！不输外面卖的任何汉堡。你的那个酱调的好好，那个 sauce。哇，这么热的天，大中午的，他还要坐在外面，还唱着歌跳着舞，心系他的菜园。这个人想买个板，没有，现在没有他的号。Later。你在高兴什么？因为我做了太多功课了，然后呢？我能够去买板了。男孩子的快乐你不懂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开过去一个小时。对。开回来再一个小时。对。
你让我开两个小时我都会开的。终于吃上饭了，现在已经十点了，他的手机上已经写司令部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晚还在外面活动了，感觉好年轻，困得不行了。好久没有吃过的比基尼，今天值得不？值得，太精彩了。还以为直接打开热一下就可以吃的，但是他好像说还是要油炸或者煎制一下。好的，今天终于做了饭团，我早就想吃了，我很喜欢吃饭团，然后今天终于做了，等他回来一起吃。材料蛮简单的，里面可以放那种酸菜，但是我们家没有，所以我放的是榨菜，就把切丁啊，放了肉松啊什么的，就你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吧。也可以放卤蛋，就是我现在来不及卤蛋了，所以我就煎了一个鸡蛋，等丁龙回来吃。吃饭。好，这是什么？你看一下，这是油条还是紫米的，被你看到了。嗯，好吃。开店吧，又来了，开店。里面还有鸡蛋，做起来好简单，我跟你说，巨简单。你把东西准备好，一裹好了。这也太好吃了，我正好好饿啊。嗯，就猜你很饿，所以给你做了一个巨无霸。对，你说我今天把头发剪短吗？还是反正我肯定是要去把头发拉一下，因为头发太暴躁了。夏天好像长一点好看，是不是？穿裙子什么的。嗯，短发也蛮好看的。然后不知道，要不然我让那个他帮我决定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因为我觉得都会好看。好的，我不想给你拉太直就前面，还要不然你自己弄不了。好的。我剪完头发出来了，又剪了个刘海，然后主要是头发拉直一下，半年搞一次头发的我回家了。好看，成功，觉得挺好看的。重要的是头发直了。刘海女孩，我也刘海，我刘海还很长的。你来个八字。怎么了？我就想要拍一下，不正常吗？看看我的睫毛，好优秀。卸妆之前就觉得自己的妆最美，所以你看我现在油亮成这样了，但卸妆前就是觉得舍不得啊。 Minion 就在这里。我们今天准备要去环球影城，上一次可能是7年前来的环球，现在正好也开了嘛，所以我们就想来玩。其实我还想去迪士尼，但这个人不喜欢迪士尼。我要上货啊。我们现在要玩这个很有名的，好像新开的吧，我们去看一看。Okay.
利波特，啊，之前没有来过啊。开心吗？哎，他做的很好哎，做的。Thank you。变成了1.2米，哇，变成了2.5米，好长的腿。我今天戴了一天的帽子，然后我的刘海这个样子。我们现在回酒店就是休息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晚上出去吃饭。这次呢出来是跟朋友一起玩的，而且在 Universal 里面人很多，现在应该是全面开放了吧。对，尽量拍到了一点点那种小的 footage， 主要是因为里面那种沉浸式的体验，我觉得好像拍出来大家也感受不到，所以就稍微拍了一点点。我们上一次来是2014年了，已经7年了，我的妈呀。然后很多东西就是感觉上好像玩过，但是又有点忘记了。你说说你最喜欢玩的是？我最喜欢那个坐车，然后带我去看他们的后面。哦，那个 studio tour。对，因为很 chill， 然后又可以看到很多的风景。对。但是你不觉得他给的那个，就比如说拍的这个是拍什么电影用的，已经是很老很老的电影了？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是。他们的特效真的都做得好厉害啊，还蛮身临其境的。对，我喜欢哈利波特，我觉得哈利波特那个蛮好玩的。是，我觉得，哦，对对对，好多人都会晕。我当时哈利波特做了出来，我就是有点晕，他那个太封闭的空间，然后又不停的摇晃。我觉得那个 Jurassic Park 现在变 Jurassic World 有什么区别？但是我一直就很喜欢那个，凡是有点像那种激流勇进冲下来水的，我就很喜欢，那个就是我最喜欢的，都挺好玩的啊。开心，而且今天其实天气一点都不热，整个玩下来还蛮爽的。我觉得今天粉底还比较持妆，哎，植村秀的小方瓶加那个 double wear 一泵的一泵混合在一起的，觉得还蛮持妆的，出游也还好。今天我们在外面，我一天都戴着口罩，然后又热，晚上还去吃了烤肉，他都没有怎么脱妆，哎。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住的还有一定距离嘛，然后一般在 Universal 玩了一天之后都很累，然后我们就想说住在这附近的话不用当天又开回去，晚上让我怕他太累了。但是明天呢我们要一早起来，然后就赶回去。明天早上我可能会去吃一家我还蛮想要去打卡的 Bagel 的店，不知道他开不开门，他早上还要开个会，不过他应该在手机或者他在电脑上面就可以。下午呢他还要赶回去。到了，嗯 ，Thank you。Yeah. 我手机反正要没电，你帮我插上一下。给我一个牙刷。啊，我今天走了一天，然后我胯骨这里好痛啊。是吗？你痛不痛？我现在学会开胯。真的？怎么开啊？我来看一下他的开胯。等等，来，我说哈。你要怎么开啊？就最好是能开成那种平的。我小的时候跳舞的时候可以。A pizza bagel. I know. Thank you. 做感觉很好吃。又是个披萨。哇。起飞了吧 ？Nice. 这里面也有蒜。很肥吧，应该。你都吃这个了 ？OK。它这个中间全是这个 garlic， 还不错。
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。